歌的时候，朱大哥在旁边好享受，你就感动了呢。你一直点头，为什么？哎呀，讲得真好啊！你是啊？我来注意听。你感冒呢？我啊，这数是数到天就是。我就是你是一八八的心情在你看，哎呀，输得好啊，啊不得套啊，啊不是讲下个再博看嘛，个博来就无路啊。没啦，今物没啦。没啦，你也算是谁啊？唔忙个是大接笔。我唔敢。哎呀，我是讲你爱想想的，你都十多年无再唱歌。啊，你那会呢？你的声想进声就作战呢？啊，那会一阵都无唱的是啥物话？啊是做无工课啊？做制作。无工课。哦，算做制作人，哎，做戏叫制作，啊，做制作人嘛，未歹，安内每个出来是无现金啊。啊，他都说我咧讲啊，好耍嘛。哦，好耍啦。你有唱歌甲破声拢会演啊？哦，顾无听就会演。啊，既然你说会演的话，为什么当初？对啊。会演就好啊，那会演。哦，会演。这做歹翻译个，这叫你拍字，我变哪拍？会演。我故意变哪讲？会演嘛。会演，对对对，会演呐、啊。哦，会演，你既然说你唱歌会演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在你最好的时候就离开演艺圈？弟兄前的时阵，你都还不爱唱呢。不，这个其实说来就是我对于这个演艺圈其实没有什么安全感。没有安全感，可是你阵都要探钱，都要探上这时阵，那我可能无安全感。嗯，你要想好了，我阵做秀可能上加上加一工十万块，有的人一年赚两三亿，对不对？你知嘛？哦，我知，我知。两三年呢？哇，输二三十亿，赚这多钱的人就无法度赚得掉啊！我全部安尼，我变来赚得掉。你安尼讲毛利就 BI， 看问拢问底遐鱼啊，古怪啊！啊，你今摆咧讲的拢讲我呢？我自头到尾拢无讲着你的名。啊，你都卖，算唔知无我的名？哎哎，别个安尼讲的嘛，拢未讲名。我未讲，你就吃好嘞呢。好啦好啦好啦，什么什么头家囝，咱卖假伊啦，唔拄好做对唔对？哎，你卖假伊哦？哎呀，伊刚刚甲你嘿，他不敢打你吧？这你哦，嘿，赞哦。爱你是我的命，是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其实就是一个人对方的一个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，无私的爱哦，唔是无私哦。哎，对啦，嘛无私对啦。哎，你看那你搞我整笑的安尼。我是想要讲，讲话较好势，但是听起嘛同款。好好好，安尼我甲你讲，好好啊唱。你的歌向红去个消息哩，人会感觉真奇怪，啊，就歌声好好，谢谢。消息哩对不？但是十几年了，佮要来唱你的新专辑啊，叫做《爱你是我的命》，是我的命，是爱你是我的命。嗯嗯嗯，来，甲拍破啊，过你者。谢谢，谢谢。从今后我的命是孤单，冷冷的风这么寒，
我煞拢无感觉。无你的我，连喘气拢会痛。你敢会知影？无你的心情，你敢会心痛？如果你爱我。心痛，付出无条件，无计较，谁输赢？谁人了解我？我是爱你爱到无影，我对天就大爱你。想输赢，谁人了解我？我是爱你爱到无命，我对你就怎爱你？是真情母子档，郑仲英跟许艺川，近期在《夜市人生》中精彩的对手戏，让观众们印象深刻。母子间的感人情谊牵动着大家的情绪。现在《夜市人生》进入第二代的剧情，之前甚至还传出朱大哥想吸引金大风，今天三人同台，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喽。时代的经过，这是难免的。世间人真多，人多话着多，三世人讲五世话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残袂彩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风飞。共同打拼，行同齐，今年定会好过，今年定会好过，因为有你来作伙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谢谢。欢迎郑仲英，朱大哥。你讲我想哦，你想，你朱大哥，你想，你去提干嘛？要创啊？提这条你唔知我想。你别加干嘛？什么？无啊，因为你是朱大哥阿弟，唔是拢爱加干嘛？那个已经退流行了。哦，那个退流行了。阿伯真的。今麦现主席，规个亚洲地区一开拢冲的，穿这十年呢。哦，我知啦，我来爆菊拳对不？对啊。你意思你想要表演一下的对不？我这电话吹。你敢有喝多？有啦，阿姨真嫩呢。真嫩的，你们看伊嫩嫩，伊只皮安尼真润，就拍定。无啦，朱大哥安尼好啦，咱来珍惜资源，啊无我等伊带袂带新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无你演一个戏，安尼端好不好？切切一端。那安尼无啦，阿姨做雷洪的演教我无讲啊，无讲都会无讲。阿姨的爱慕啊，嗯，阿慕外口有男朋友啊，阿姨食醋啊，对，哦，阿我来演就无下。我安怎讲，我嘛袂去演恁翁啊，对不？为啥？无啦，我唔是讲有啥啦，但是无下啦。那会袂啊？你看我徛你边啊嘛袂歹啊，你哪有下哪无下？安那？你也拍死？那无下。所以啊，迄个编剧袂用找我。今天我甲你讲，我细汉时嘛家己个他们呢。好。系啊，所以咱两个就下。唔是啦，我了解朱大哥的意思。嗯。你想要演？金大风，对啦，你要演金大风？无啦，迄我无咧讲迄啦，我是讲我无可能演到迄个号做来发啦，来发定老平安话啊，我无会啦，对啦吼。啊，不过金大风喜欢叫你叫我妈妈来叫一下。我知啊，我都无要演你的角色，变哪叫你妈妈？我是讲你，对，一下。